recentl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r smiling hair instead of focusing on me. Focusing on you. Memories of the time we spent back when we were so in love with ice. I've been wondering how you're doing. I've been wondering how you're sleeping at night. Ooh, I've been missing you. This is what I'm buying. 这个就更小，这边有个侧面，这个地方的面积会更大，可以脸颊呀、额头，就是上妆很快。这个配色还非常春夏的感觉，这个就是基本的海绵款。我在网上查，就他们家的细水性很好，而且这个海绵的质地非常的细。这是一个放美妆蛋的一个小支，这个小架子特别实。看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小架子。 我可以放这个美妆蛋，这样子，尤其是用过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地方就不会粘到任何的一些物体的表面，就可以维持它的清洁。尤其是如果我洗完之后，我晾的话，就这个可以放在一个地方，非常的可爱。放在这就是这样子。当时买这个盒子是因为它还有这个刷子，其实刷具我不是很需要，就是我有很多刷具，但是我看网上。 他们家的刷子做工还挺细的，而且我很喜欢这个抹茶这个颜色，就买了一套，三个刷子，三支，然后这个就是打底啊，眼影打底，这个其实是可以上高光，可以晕染，这个毛还挺软的，而且这个绿色真的看来非常的夏天，心情很好。这个刷子就是比较局部的一个小的眼影刷。
这三个刷具精细的准备用起来。一个套盒在淘宝上买其实也不贵。这边的最大的一个日本书店叫 Kinokuniya， 它里面有好多周边。鬼灭出来很久，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最近周边非常多。挑来挑去呢，我觉得这个是最实用的，而最 affordable， 性价比最高的人形的站牌，20-30块钱，只是摆设而已，非常实用又很划算。它的价格其实6新币，所以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大概30人民币左右。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夹子，作为口罩夹，可以做一个这种放钱的钱夹。我太暴力了，它俩是这样，它这边扣在这边，它是两层，所以你觉得扣很麻烦呢，你不想打这个扣的话，其实你口罩放在这边其实就可以。口罩，然后这个口罩呢，我也可以这么放进去，眼底是两有一个比较长的包，然后这个是可以放进去的，这个也是 OK 的，因为它本身有形状嘛，所以不太好放，但是你这样放也是 OK 的。然后你这个其实不用扣上就拿出来了，它除了炭治郎还有米豆子还有其他主角的，想买周边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